哎，你砸着我了！你砸着我了！你砸着我了！我没买下来。哎，买上了，接着砸杰哥。他起了会把我震飞，我不能连续卖地洞。也许卖地洞，除非他走过来，对，等他过来吧，来宝贝儿，我知道你会进的。哎，下来宝贝儿，没有，我刚骑他一次。没，他并不惨。想想他以前的所作所为，我觉得这是他罪有应得。就是这么惨，他告诉你换取的不可能，你就死在这儿。今天补都不带补你的，他妈的！这么干他就完事了，快！哎，我去，我看你就一会儿就一个小轮子就下来了，一会儿一个小轮子，你是暴锤龙吗？想看看在你视角里面这个龙到底啥样。你就直接开录制呗，你别开那个回放音，你直接把录制开呗。没事，反正在你也可以继续麻他，他这辈子动不了，相信我。杰哥，我知道为啥他眠这么快了。咱俩的两只猫也都是带眠锤。哎，你砸着我了。你想，之前咱们正常打不带眠的时候，那小猫带眠锤就把你砸身上了。这两个眠锤加上你一个眠锤，我操！不敢想象，太可怕了。他死了。